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博生科技郑哥。今天我们讲一下整体收益比。整体收益比，我们看到下方显示该币种收益比为 93.03%、84.94%、44.3%。OK，100%代表着零赚钱、零亏钱，100%以上是代表着赚钱中，100%以下代表着亏钱中。比如该币种当前为 93.22%， 代表着它是亏损 6.8% 左右的仓位。如果该币种已经购买了价值10000U 的仓位在这个币种上面呢，它这里显示为 93.23%， 那就代表着它目前所亏损的 680U 左右，对吧？ OK， 这个就是整体收益比。